是因为我吃吗？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各位，你们没 AD 看了，我决定我要打 jungle 了。我不行了，在这种低端场打 AD 太烂了，我要用我的 jungle 拯救世界。现在 JG 玩这只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是因为我的角色只有这十只，还被ban掉两只，我就剩两只。所到之处，寸草不生。算我艾克 jungle 神一样的操作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这场可以好好的聊天啊，毕竟这样也是打野怪刷畜生。然后请问，上路 cover 一下好不好？上路，上路，你他妈吃兵！真香！Why you bully me？然后现在是蓝 buff 转移之术是吧？把我的 ADC 稳住啊，各位，你们等我浓起来，开心农场，浓起来，我可以拯救世界。我他妈的，我就像个流氓一样冲进去，我砍砍砍。可是如果每路都放鬼出门的话，我就算跟你们早上起来一样硬，感觉还是打不赢。我拉夫没有泰达和义大 carry， 你有想过我有这两只角色吗？刚刚义大师还被 ban， 我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流氓。你是要我流氓一次是不是？这样子要换个身份啊，可能要换成女版龟狗了。你知道我露脸的时候，人家说我长得很像龟狗，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欸。啊，我们的达瑞斯不用管他了。哦呦，牵的不错，牵的不错啊，尽量牵啊，尽量牵嘛啊，拜拜，妈的嘞，什么失散多年的兄妹，这牙柱是白痴，不知道我们的 AD 怎么又死了，看来下路准备要爆线了，那就。等下，怎么是索拉卡 double kill？ 我有看错吗？刚刚 AD 不是先死了吗？那怎么是索拉卡 double kill？ 索拉卡才是 AD， 是这样吗？欸，他都没有发现我，欸，我都砍他几下了，他还给我继续往前走。看来有头可收。再见了，宝贝！宝贝，你咋往前走了？你不是应该往后吗，宝贝？宝贝。我们只是擦肩而过。啊！靠北。你想默默站住。不是，其实我刚刚只是想玩他一下，结果我是没有想过我的 Q 不会中，就是来死的。我跟你讲，他要死，他打不赢我。哇塞！我们的 AD 双杀嘞，看来真的是菜鸡互啄，比哪边烂。没有没有，我打野就是一直单机，一直单机，我其实不太会去顾他们的路欸。就是因为我想去哪就去哪的，然后他们现在上路又在玩那个躲猫猫，他闪现了，你死定了！闪现啥啊？
用你闪现，哈！嗯，让二开这个大也是意义不太明。最近有一个网红自杀了，我想问，我认真问一下你们，你们对于实况组或是网红自杀，因为被刷屏攻击要自杀，你们真的会觉得说是我们的抗压性不够强，太玻璃心吗？你们应该不知道，图奇也有一个女实况主自杀吧？这件事情其实不多人知道，因为被压下来了。她是也长得还蛮漂亮的一个女实况主，太负面会影响到观众。其实我觉得啊，被那么多人骂，你很难乐观呐、啊，真的。我觉得B 实况组被骂还要很开心，就有点情绪绑架。实况组也是人呐、啊，什么是自己找的？等一下，瘦，你绑我干什么啊？我觉得心理素质在强，被攻击多少都会有情绪，只是他有没有表达出来？我觉得要求一个实况组一定要都很正面，这就有点太过火了。我觉得太过火了啦！而且怎么可以说你做这行就一定要这样？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？No！ 哦，我觉得玩这支比玩 AD 好玩多了。妈的，进去砍你一波，你们就死光光。奇怪，他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工作啊？他们好好的跟我一起打团战就会赢的东西，他们去抢我的工作。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比我硬啊？但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你们看得懂这个二在干嘛？好，你过来。哎，索拉卡，你扶我一下好不好？索拉卡，索拉卡，你跟着我，你扶我就好了，你不要扶那个 AD 呢 ，AD 没啥用，我比较有用。索拉卡，你跟着我不好吗？你走在什么垃圾位置？好，没关系啊，这边可以三连杀的。被三连杀了，他们自己处理掉了。那你知道有些人讨厌我，就是讨厌我，总觉得说我的声音是装出来的。但是你们还没听过我怎么装好吗？你们想听吗？想不想？表演一次哈。阿夏，你今天好笑啊！阿夏，好想你哦！你好久没有来了，可以喂我吃吗？洛克法的力量七十。哦，还是你们要 gay 掰型的？也有人说我很 gay 掰啊。我们来试演一下 gay 掰型主播。
个卡玛 Q 我，好痛痛！给我好好讲话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真实遇过的一个案例，就是在我还没有当实况主之前，那其实这中间也是有遇过。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的制度没有变的，唯一没有变的大概就是男生很喜欢带很多女生，然后自以为很 carry。那通常你打一个 NG 或是弹性的时候，你以前叫战队积分。那通常你一场内有两个女生的时候呢，那两个女的除非很好，不然都会反目成仇。那我曾经就是遇过一个我的一个男生朋友，他邀了一个女生进来，然后那女生就打辅助嘛，我就只好去玩上路小提摩。哦，然后我就整个语音都在听那女生跟那个 AD 说：“你可以陪我去插眼吗？花图，花图，我不敢去那边插眼，我觉得撞过的那。”我觉得我需要补一下血。其实我不懂为什么有人会说我 gay 白耶。你知道有时候这样说好了，片师曾经跟我说我的影片太多脏话了，要我克制一点。那我克制的时候呢，就会被骂 gay 掰。不然他整部影片都在哔哔哔哔哔的，我自己听了也有点烦。